今天只是沉底钓，因为现在基钓了没什么口，季节还没到了。今天去打沉底，那就带一个该包就行了。窝料桶啊，窝料什么不用背了，今天轻松一点。一个人灰蒙蒙的走山路有点恐怖哦。咱们钓鱼人什么都不怕哦，上山下水啊，翻山越岭啊。今天水色无敌了，哇！这样水色基钓极品啊，还要翻过一座小山。到了，到了，前面就有一张网了。朋友们，总算走到了，太水直流啊！像窝料、南极虾都没带来。还轻一点，当然两包还不够啊、哦！三根抛竿啊，两根是单钩啊，一根是串钩。全部挂上铃铛，铃铛一响，黄金万两。两包还不够，12块钱啊、哦！这种钓法也是最轻松的。啊，黄色的竿子、哦，再抖抖抖。先把铃铛拿下来，还在抖。小鱼中了，这个壳不像大鱼哦。不管小鱼啊大鱼哦，第一竿呼一下，什么鱼啊？很小的吗？没感觉的哦。哦，哦，我服了。三个耳都没了哦，铃铛一直在响在响，这什么小鱼哦，厉害嘞，上面一个钩子还没了，河童吗？密集恐惧症啊，这一排呢全是啊，挑几个稍微大一点的哦。一边解锣一边听着铃铛就行了哦。一下子就解了这么多，螺蟹解一盆回去哦。黄色的呢？让它抖。奇怪了，手拿着竿，它咬的话就抽。嗯，有没有中啊？好像没中。哦，这什么鱼钓不上来的，海蜈蚣又没了呢，要换位置了。哎，扔下去啊，2分钟拉上来就没有了。这样说起来，5包海蜈蚣还不够钓啊，今天只带来2包，已经快1包没了。下面都是河童啊，重新换了一个位置哦。这里流非常急啊，要水流啊，流急河童没有了哦。发现一只鲍鱼啊，这个不算鲍鱼吧，应该算将军帽，这个将军帽算大了，你一定要快速撬开哦，不然它就会吸住。看我的，哎哎哎哎，吸住了吸住了，还不够快。哎呀，哎，差不多了，中，有了，中是中了，小的，还可以嘛？哦，可以，什么鱼？不要跑掉哦！黑钓，黑钓来了！啊，总算收到了，哦，痛死口了！痛死口了，可以啊，第一条鱼上了。啊，这根竿尖在抖，很轻的。
很轻啊，根本没东西。哦，这什么重了？这是正宗的金刚节肢头，不停的在坏钓碟啊，因为季节还没到了，鱼口很差。这么清的水，这么好的流，居然没口。那最左边这根呢，刚才一直在抖抖抖，等我开机不抖了，有可能被吃掉了。问题是海蜈蚣也没了。嗯，感觉好像有东西嘛，跑掉了。朋友们不熟了，现在已经3点钟了，这里的钓友啊早就走了，今天基钓也没有口了，只钓到一条3-2重的黑鲷，还要加个2块钱豆腐啊，要不然不够吃。谢谢观看，回去了。